统赖清德13号出席《金周刊》举办的财富管理银行及证券评价颁奖典礼，在致辞时，赖清德喊出自己有一个梦想，也就是让台湾的经济成为日不落国。那我们现在不是要去殖民，我们也不用反攻大陆。我希望我们壮大我们台湾的经济，啊，就是让台湾的企业可以立足台湾，布局全球，行销全世界。不管太阳在什么时候，在什么地方升起，都可以照到台湾的企业，让台湾的企业实力可以成为日不落国。赖清德指出，在当前的地缘政治变化当中，台湾有许多产业反而因此得到机会发展。那台湾呢，过去是受制于或受到红色供应链的挑战，但现在情势改变，台湾的这些有许多的产业是在地缘政治变化的当中，反而得到了机会。赖清德也再度提出五大信赖产业，包括半导体、人工智慧、军工、监控和伺服器产业，以及低轨卫星等资通讯产业。而这些产业要在台湾发展，必然会需要金融业的帮忙。赖清德表示，政府会持续改善台湾的投资环境，包括水电、土地、人力、人才等等，并持续的松绑法令，让台湾能够更加的国际化。新唐人亚太电视林家伟、李义宏，台湾台北报道。